大家好，我是樊凡呀，来到横店很多天了，然后呢，我打算在横店做群众演员，然后这个是老朋友啊，赵忠祥，是吧？张忠祥啊，张忠祥，张忠祥，哎，老是把你名字搞错了。啊、对，这是老朋友了，嗯，但是边上这一个呢，就是亚洲新朋友。对，嗯，介绍一下呗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亚洲，艺名叫横店彦祖。给凡哥切个西瓜吧。哎，不开始。今天这个彦祖呢，是我们的主角呀、啊，是吧？我们认识一下，毕竟第一次见面嘛，是吧？来，坐中间。这个是老朋友了，不用管他。你叫？那我叫横店彦祖。横店彦祖，你是河南的？啊、哦，河南的。河南的，对，俺是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哦，怪不得个子挺高的。嗯，那你来横店有多久了？也好久了，有三四年了嘛。三四年就是也是在这边做群演吗？啊、嗯哦，有时候做群演，但是群演工资低，有时候撑不住了也去厂里面打工。三四年，按理说有到那个特约啊，有没有考特约呢？去考过两次，但是都是人家说普通话，你这普通话差距不行，然后直接就卡在第一关了。问题是你是北方人，普通话怎么会不行的呢？嗯，他就说有口音，然后台词还要练，还有说的估计也算委婉了，可能就看我，看我长得不行啊、也有可能。没有，嗯，就是这个特约跟长相是没有关系的，嗯，主要是要怎么说啊？有道理，要演技好。演技好。嗯，哪天我试一下你的演技。可以，嗯、跟着凡哥学习。互相学习，嗯，是吧？对，我的话有时候也是拍那种小剧啊、哦，小剧，嗯、对，那种也会说是段子啊、哦，段子，嗯，段子，但是跟他们拍的段子有点不一样，我这个段子是有剧情的，哦、就相当于是拍一个小型的微电影一样，嗯，这么拍的，是这样，嗯，那得好好学习，有空我们再合作拍一个，嗯，好，那就靠凡哥带了，那你今年多大了？今年28。28。嗯，这个忠祥呢？我30了。哇，你比他还大一点。对，他保养的好吗？有没有结婚啊？还没结婚，还单身呢。还单身，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那在横店要加油。我们三个光棍都凑齐了嘛、嗯，我也没有女朋友。横店90%都是单身的。先以事业为重嘛，不敢成家呀。你看彦祖，嗯，要不现在展示一下你的演技怎么样？啊，不知道演什么。要不演个小六，哦、演个鬼子的伪军二伪军二伪军，演个展示一下才艺。横、哦、店的横店、哦、的才艺是什么？哦、就是演、嗯、就是演戏。演个鬼子的大伯，我演个狗腿子啊。哎，太、嗯、君，这边请，老百姓们都集合好了。哟西。哎，嗯，大家不要怕啊，我马六以前也是咱们自己村的人，这次带鬼子，哎，不是鬼子，带大罗，带黄军过来。你这个就是本色演出，本色演出要学习。演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就变了，这不是你自己了。对，我进入角色。嗯、对。你变一个很奸诈的人呢，因为你是汉奸，汉奸就是很奸诈。对，但是我感觉你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演了，就是说没演出来那种感觉。还是你这个人，还是我这个人。嗯，就是只不过是你说的那个台词一样。对，你把那个奸诈的东西把它演出来。嗯，你酝酿一下。没有那个东西。啊，你酝酿一下，怎么把奸诈这个东西把它演出来？所以说这个演技还是要练的。啊，是。你平时呢，又自己去揣摩。是。是吧？行吧、啊，也不晚了。反正不管是谁，他都可以练出来。对，反正你看你在横店三四年了，横店没练过吧？从来没练过。对，没练过。就是说，到时候你跟我们拍段子，就会有那个练习的机会了。对，嗯，就是说以后我们再合作吧。刚刚这两位兄弟呢，就是在横店做群演的。说实话，在横店做群演，你做一辈子都没有出息啊。像我的话呢，是做了几个月就没做了。就是说这个做巡演啊，只能赚点生活费啊。其实我做了一两月的巡演，我就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后面呢我就转行了，做这个自媒体。
自媒体比那个群艺的话呢，相对来说还是好多了。